嗨嗨嗨嗨，我要放音乐。嗨嗨，大家晚安安。嗨嗨，轩轩。嗨嗨，小库玛，晚安安。嗯哼哼企鹅是企鹅，哈哈九蛋，嗨哈，哈哈哈哈小华哥，是呢我有你，哈哈贵仔，第四天我开始没梗了怎么办？哎，为什么没梗？想办法要生一点东西出来，看向远方，没有，他可以看你们。嗨嗨西兰，嗨嗨，知道，晚安安，大家晚安，嗨嗨本王梅子，嗨嗨人品君，人品君晚安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心の魔性嗨嗨扎卡，恭喜你考完了，现在他们晚点同事聚餐吃烤肉，嘻嘻嘻嘻那边的烤肉吗？哎，没有啦。嗨嗨林国，拜拜，为什么这样就拜拜了？小华哥你要去哪里？嗨嗨黑哥，很完整，我平常都这样画，欸，是妆比较重吗？还是我平常都这样画，欸，考试不顺利也没关系，我当初也是只考暂时，哦，不要再把我拉回现实了，来看你状况好不好，那你看完觉得好吗？他还自我，欸，大家都吃得不错，你是说变胖了吗？哈哈傲江空棒哇傲江，很棒哇！好好什么好什么？安安 Kira 安安安安，眼睛只张八成，没有我张全部，我只张八成吗？对啊，今天晚上要抽位置，欸，觉得今天丽姐漂亮，真的吗？可能比较有精神一点吧，虽然我还是很想睡觉。考完哦，可以帮我考吗？嗨嗨 ，Eddie， 嗨嗨，晚安安。嗯，感觉很白，有吗？有很白吗？我今天用透明蜜粉，我没有用有颜色的。嗨嗨秋冬，不看抽选，为什么抽选都觉得很惊恐，今天是抽什么啊？会不会讲话，每天丽都很漂亮，对啊，这样讲才对好不好，但好像今天每天都33个小时，好扎卡都临时抱佛脚，今天感觉比较白，真的吗？我是今天没有用有颜色的那个，礼拜一迟到抽签就让他去了，好，好 ，OK， 有乖乖来看我就好了。迷你控什么迷你控？一直都很白，对，一直都很白，对，哈哈叶兰，谢谢你的水瓶宝宝。哈哈，北极星，今天聪明你看啊，原来。
前男友为什么找我？顿时吓傻。为什么吓傻？为什么吓傻？情报，我要用特效。大家不去看一下，抽到哪里？刚开始吗？还是？嗨嗨 ，Jack， 谢谢 Jack 水瓶宝宝。签唱会马上被发现意图了。嗨嗨，红烧牛啊！嗨嗨，游戏 Hero， 刚开始哦，刚开始。好，准备。Hello， 准备好了。哦耶，二十一。要找看信件比较准，也是啦。谢谢红包，我要去看你就赏，真谢谢谢谢，哈哈冠红。哦哦 no， 手滑，什么手滑什么手滑什么。我才会觉得不看才不会紧张，笑死！谢谢艾迪的爱的抱抱，还有眼睛也这样做哦。谢谢副委的，我来签到哦哦哦，没有抽到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一定还有机会。嗨，幻影战士，最后面都做过，不会更糟。干嘛这样？一定会轮到的。谢谢副委的，我来签到啊！一直准备，准备好，准备，准备好了。哈哈，切尔东，哦耶，二十七！哎，我第一名哎！我看一下，我应该是第一名吧。哦，不是第一名哎，可恶！谢谢喜乐哭嘛，请问赛事发出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那应该等实际排出来才会知道。嗨嗨，复维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我最近太喜欢 Team Four， 然后我又被 Team Four 的两个短头发，就是最近很喜欢 Team Four 其他两个短头发的前辈。对 ，Team Four， 栗子谁都喜欢，栗子是短发控。对啊，昨天有高上马尾的彩西前辈，可是好像有那个 Team 八坚韧那个。大西桃香跟大西桃香前辈跟，等一下我很怕讲错别人的名字，等我一下，我有追踪，不能念错别人的名字，这样尴尬。高桥彩音，大西桃香前辈跟高桥彩音前辈，对，我没有加推。剪的不要剪，为什么要剪？跟我一样啊，跟我一样留长头发不好吗？虽然我喜欢短头发，我喜欢短头发。我没有，好了，不算加推啦，就是，哎，我喜欢短头发的，对，女孩子，准备好，好，我准备。准备好了、哦、谢谢 AD， 我没有滴滴，我没有滴滴。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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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发现我很喜欢短头发的女生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剪短头发，不适合，所以我很喜欢可以剪短头发的，就是可以驾驭短头发的女生，我觉得很厉害。
什么什么故事我要听。肉肉被七七，肉肉本来就是七七的，不是强。对，我喜欢短头发的成员。算短头发吧，短头发吧，就是有点，就是到我记得是短头发。短的啦，短的啦，短了，短了，短了，短的，短的，没有最爱，最爱，最爱的还是奈奈前辈。对，我很喜欢帅气的样子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驾驭，所以我很喜欢。哈哈，益生菌。可以假装短发，看看就很不适合啊，就脸很大、啊。我真的很喜欢短头发，我觉得就是很帅，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驾驭，就是就不好看啊。而且我太习惯我，就是太习，就是从小到大都是长头发，就是有点啊看腻了。而且就是妹妹头在家。就是黑长直，然后从小到大都长这样，然后就很想要，就是很剪短。然后如果我有那个颜值的话，我想剪更短，可惜我没有那颜值，所以我只好对，就是长头发。因为我觉得长头发就是我喜欢短头发，对，我不适合啊，我不适合。我不适合短头发，对啊，长头发比较好看。我喜欢短头发。原来那边可以当小鸟依人的女生，可是我的角色比较是照顾人的那种啊。黑长直我还没看腻耶，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也想染那种浅一点的颜色。如果长头发的话，就是要浅一点那种，就是就是浅一点的那种颜色，对。该怎么说呢？长头发栗子很鲜呢、啊，可是就，就是短头发的，你一眼就会说，哦，那个是谁？你一眼就会看出来。可是长头发就是大家会很像。栗子准备好，栗子准备，准备，大手啊，哥转载。哦耶！谢谢艾迪。哎，狗啊，我跟哎、欸、我狗啊，我跟你一样多哎、欸。更好看，找到自己的风格最重要。我觉得我就是，我觉得我的风格是对大小姐那种风格，但我喜欢的风格是短头发的那种。对，可是我不讨厌我现在的风格，只是我觉得能剪很短的那种人很厉害，就是帅帅的。对。什么诗？我很显眼，是因为我跳舞很显眼啊，还有长得很大只，所以很显眼。我喜欢大小姐风格，其实我也还蛮喜欢大小姐风格，只是我也很憧憬帅帅的那种风格。对，或许未来我搞不好可以驾驭得起短头发的时候，我就会去剪短，可是不会那么快，或许的。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贯彻我的大小姐始终好了，因为我也蛮喜欢这样子的。就是怎么讲，就是大小姐的风格，就是穿衣那种，对，那种风格是我比较喜欢的。可是短头发是我觉得啊，好帅哦，好想总有一天会就是可以变成那样，可是不会真的让它变成那样。谢谢狗啊的真情告白。我不是很喜欢大小姐，你喜欢紫萱啊？真大小姐，我没有，我没有真大小姐。
先扣十分。夜莺在林间哼情话，亲爱的你会想娶我想娶我吗？天鹅公舞波光下，牵手的你想娶我想娶我吗？幸福盛开正在某个刹那，让拥抱代替说话。这个题目请回答，亲爱的你想娶我想娶我吗？请踢我，这样会让你讲话惊讶。什么什么子萱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什么什么大小姐的脾气，不要不要有大小姐的脾气，大小姐请踢我。那你可能要找雨喵，雨喵才是踢人的那个。留言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什么？亲爱的你，嗨嗨，雨泽。踢。踢人也可以吧？大小姐指是指脾气？当然不是啊，是风格。不踢都要踩的，跨年踢人那个哪有？我那有踢人，拜托踢我。嗯，是不是是讲穿衣风格还有气质，不是脾气？怎么会是脾气呢？踢我是小弟，为什么是小弟？嗨嗨伦，十分加回。哎呦，不是脾气那种，好不好？我有大小姐的脾气吗？应该还好吧。知道。莉莉踢我，莉莉不要踢，莉莉不是走那种风格的，不是走那种风格的。那例子是推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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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嗨华。是某些时候是某些时候大小姐是贬义词啊，可是我讲的是就是穿衣的那种风格，推不动。问号。天使の保佑你。好熟悉的就好，推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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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个人都当足球叫小弟踢我。库里奇，谢谢踢小哥阿翔的玫瑰跟掌声，库里。手推库里，对，谢谢手推我。Yeah. 对，时尚品味风格是穿衣的风格是大小姐，因为我喜欢很华丽的那种。那时候还姓卢的例子，我现在 还是可以姓卢哦，我还是可以当卢小小例子。对，我手推利库，没有，你手推布丁，手推布丁，手推利库。对啊，错过了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嗨，天天晚安。一直在吃要穿什么？不告诉你，都来找我啊，都来找我啊。那我走错台了，不好意思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讲很故意？哪有？我哪有？好，不要跟你开玩笑，那不要跟你开玩笑，不要跟你开玩笑什么的。应该问栗子想看什么？嗯。这一次啊，不然你们穿水手服来啊。手推手推手推
噔噔噔噔噔噔，嗨嗨，浓眉。没有，可是最爱的还是娜娜前辈。穿学测考卷装，不要，那你不要来找我了。还跟我开玩笑吗？你刚刚让我以为你生气了。没有啊，那个刷哥，你跟陶老哥穿一个，你跟陶老哥两个都穿猫熊装了。浓眉晚安，哈哈，夜兰，刷哥穿什么？他们两个穿熊猫装就好了。Eddie， 我们有服装了，什么服装？水手服吗？对，那奈全部用的是立着身材。对，那个谁？哪个谁？哈哈 ，Skyline。大家甜栗子的握手会了没？甜了吗？赶快去填哦！还没填的，赶快去填哦！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哦，错过就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填？天天你怎么填三张而已？你不是要握十张吗？狸猫球。哎，我的狸猫耳朵嘞，在这里，还蛮配今天的。要不要这个？他没有水手服叫我学，好可惜。哦，对耶，想看手阿哥穿水手服。CD 刚拿到，赶快填啊，填起来，填我，填栗子哦。电话满线，什么电话满线？对，久违的每日，还没填，浓眉不赶快填一下吗？填傻力，讲错话才会敲到，没有，久违的每日真的，哈哈，古早味，有握手券真的吗？你又来找我。你找我，他回力就解任务。好，扎卡，你跑去看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3、4年前，刚好他的纸币海报，哇！纸币海报4年前呢、哦？什么时候啊？栗子甜甜的。哦，所以小华哥没有要填我这现在这一步咯，是这样吗？等你哦，米欧来找我，来，都来。我去看一下我的数字是被抽到没 ？OK， 没问题。准备出门的弟弟，拜拜，爱你哦，拜拜，洗头哭马路上小心哦，两边看我好吗？这时候就是两只手机的重要性了。对，你看我会拿，谢谢洗头哭马的啾啾你哦。我一台拿来直播，一台放音乐。还长发的时候，哇，有这么久了、哦，4年前，哇哦！大家要来问我，两个大在那里等来，谢谢栗子，没有扎卡，你只可以用一个账号，你只可以看我而已。真的很喜欢前辈，大家觉得我的那个拍的不是我的那个章鱼烧的影片如何？有没有激起你们比较想吃章鱼烧的欲望？有没有激起你们想吃章鱼烧的欲望？还是没有？你们不觉得看起来很好吃吗？有一个颜色比较深的那个是加了 cheese 的。嗨嗨，杨子晚安，好久不见，杨子好久不见，
昨天晚上去买了盒吃。我的第二轮做的颜色比较深的那个是有加起司的，所以它看起来比较金黄。当夕阳悄悄的沉默晚霞一片金黄，你要我，你没有想法。虽然总会失望，恐怕痛苦也不遑多让。快乐大于悲伤，或许就算还不差。很紧张的正在放松，原来是这样的样子，不是来看我的，好难过，好难过，我以为是来看我的。你们 MV 有没有最喜欢哪一幕？可以跟我分享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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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或者你们可以说有我在的每一幕，对。能忘，当然是可以。好啦好啦，杨子，好了好了，谢谢。虽然总会失望，恐怕痛苦也不遑多让。最后都会跟着数一二三四，为什么？一二三，这样吗？弟弟说：“好，我会欠卖你，我欠卖你。”哈哈，桃花哥，晚安。忧虑的目光，把情绪压抑埋藏，硬挤出了微笑，说了谎。其实你真的不必一个人假装坚强。侧耳聆听，风传来了季节的消息，脚边站静静，不满花心眼的旋律。谢谢米奥的蓝色应援棒。大家迷你控的位置出来了吗？不要一进来就放闪，而且那两只那个猫熊熊猫猫熊是发生什么事？夕阳广告偷偷的，我也有，对，我也有看到，我有去 YouTube 上面，就是刚好有看，就是有影片有人截录下来，对，超多我的耶。三分三十八还背起来是不是？哦，你们看完那个选拔那个影片有没有什么心得想法？大大赞扬，大大鼓掌，嘿，请仔细欣赏那张脸庞，从不怕，努力的拍打属于你的翅膀。喜欢我的班，你说开心到跳起来的那个吗？我中奖了，真不愧是照顾人的人设。你是说那个？对，好，不要哭，我帮你。然后你现在是等等的，然后没关系，我帮你说你想说什么。路上下人际关系太繁杂，然而孤单的恐慌更难以招架。昨天前天的那个有一万次的观看。在路上前，因为有彼此的肩膀。你们不是开心还是难过的吧？我实在是太难过了，我一定要跟你们说，就是那时候上影片的时候，不会在我旁边，然后结果我再看一次那个影片，我还是看到哭。我再看一次，我还是看到哭。哈，艾迪，欢迎回来。对，我再看一次，对，我的眼泪还是自己流下来。就是，对，而且看到伯乐讲说想要跟家里一起那个，然后就觉得哦，啊，对。就很难。嗨嗨，老沙。就像沉默晚霞一片金黄，那时候就超难过的，就是伯乐这样讲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
我不知道你们看到的心得是什么，可是我超难过，而且那时候其实念的时候我都笑不出来，只是就是虽然大家出来我都很开心，就是我有恭喜，就是很替他们感到开心，可是一方面也很担心柏林怎么还没有出来，然后就是到后面就越来越点担心说怎么办，名额越来越少，柏林怎么还没有出来，然后到后面就很紧张，所以可能我的脸就很严肃，然后因为我真的太紧张，我怕对他会没有出来，然后我就面色沉重，然后我就在思考要怎么办，然后结果他没有出来，然后我就哭了。就真的很难过呀，签唱会的滑雪出来很难过，现在想到还是很难过。哎呦，那时候真的，再看一次。哎呦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有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我就是很难过，然后我就是再哭一次。品涵超可爱的，品涵出来就，品涵超可爱，嗨嗨草莓酱，看一次就好，再看一次我怕，你怕你也想哭是不是？品涵超可爱，品涵就在。你看超可爱，再看一次。你看好可爱，一脸惊吓的样子。我什么时候哭的呢？就是这个时候哭的，就是我看到伯乐在哭的时候，我就哭了。就很看不到哭，真的很难过哎。好了，不要看我自己哭，不然等一下看到想哭。好，嗨嗨嗨嗨，修泽，嗨嗨，真的很难过哎，超难过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签唱会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一片金黄，你要我。大家看影片了吗？继续勇敢向前闯，沿途别停住。大大鼓掌嘿，请仔细欣赏那张脸庞，从不怕，努力的拍打属于你的翅膀。你要回去。紧要退场，也即将将一切匆忙重新开始。低着头的路边，等一下。努力的拍打属于你的翅膀。什么要住台北？对啊，对，当然要五四啊，当然要五四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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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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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晚安，小雨。晚安。晚安。不知道今天有开吗？九点有吗？我忘了。谢谢小雨的韩式花束，谢谢。噔噔噔噔噔，明天明天开，今天没有开，可恶，今天看不到波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大家来握我，握起来，握起来，握一波。怎么都没有人，大家跑去看那个抽选，大家理我呢？想你没有想法，要逼我唱名吗？大家握我，要来找我哦，我还在，那在的出声，不在的就不在的话，跟我打小报告，不是小报告，小报告，和我发糖给你们。三什么三东香有吗？理我，理我，理我啦！国师晚安，大家觉得我最近跟波乐的发糖，你们觉得还可以吗？还是糖还不够多？糖还不够多是不是？送你一颗。哎，你家李彩杰没有还，不是我没有还。波乐同款。跟我说一件事，什么事？我刚才说你刚才心情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那你没有，你没有。那你有想过我跟李彩杰是什么吗？还是你觉得我们就只是刚好同性而已？不是，不是。喝酒握手，有人要来找我吗？刚好碰巧住一起。我以为涵涵住你家才叫你姐姐。原来如此，二二九怎么了？二二九要来找我。小雨就看好几个月，是因为跟波乐吗？跟波乐 CP 凶爱丽。昨天就我们笑死。素素，你不要笑人家，不要笑人家，人家那个新糖糖有不懂的地方就要跟人家讲。新入坑的粉丝，我们要好好多照顾他一下。对，哎，对我跟涵涵是姐妹。涵涵不是已经没有，涵涵已经睡，涵涵已经睡地板睡很久了。对，他睡地板睡很久。对，因为他比我早去柏林家，就还跟你讲他有梗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昨天发IG才确定是亲姐妹，什么意思？对，我涵涵要睡地板，谁叫她比我早去柏林家 ？Hello， 我都还没去过哎。Hello， 我都还没去过柏林家，你凭什么先去 ？Hello， 睡地板，床我睡。要去柏林家嘛？我都没去过，你去什么柏林家？睡地板呐、啊？拍水拍水，小雨拍水，小雨拍水，吓到你了！拍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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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属于你的翅膀，在日本是章鱼小时候照片。哦，对哈、哦，对哈、哦，没关系啦，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。
没关系，认识我们永远不嫌晚。来一场 TTP Festival。很冷心嘛，给条毯子，不要啊，睡地板啊，比我早去柏林家是 Hello， 我都还没去过，哎、欸，还很理直气壮，傻眼，我都没去过，去什么柏林家？哈哈哈哈 ，Lumi， 29没到可以吗？那你228回来吗？228回来就可以了。可以可以，虽然烦恼依旧想不透，比较年纪觉得都会欺负年纪小的，没有啊，柏林不会欺负我。对，可是我每次跟柏林相处，我都不会觉得他大我两岁。绽放笑容，28会就好啊，哈哈，别人三胎。掀起狂欢的漩涡，让我们声嘶力竭，不疯不休，被旋律。228回去哦，那229呢？229要来找我，还是大家都排了台北一日游？不，台北两日游。第一天握手会，第二天台北踩点一日游。抽到第一抽可以去丽泽，真的吗？加布了，加布填起来，填栗子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看会多快秒杀。竟然会如此不可思议的雀跃，兴高采烈。再填一张，好啊，再来找我啊。229大概有点难，没关系，228有来我也很开心。嗯的手链。你妹妹好可怜，哪会？买现场票比较好啊，坐山顶，所以你还要再买一张哦。像一片璀璨缤纷的宇宙，大家来握我，要来找我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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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来找我哦，拜托拜托拜托，要加单了，希望可以填栗子，大家都要来填我，都要来填我。同犯抽签结果，对啊，编号不一样，可是都是一样的抽签结果。陈海海，爸爸爸爸好久不见，爸爸好久不见。该怎么寻找活着的仙家狗？要来找我？对啊，你要大家要怎么讲？挂挂是挂吗？刚才他讲的你要抓，不是你不是，你要挂，带台语什么？你要带茄子来找我哦，给我啊！西场地我说，哇哇，厉害哦，厉害！有没有好久不见？有啦，有好久不见，缘分不够，干嘛讲？27跟228，所以没有办法改了吗？大家都来找我哦，好，好。有啊，带茄子来找我。许下心愿，勇往直前，因为一旦撇开缘，海海思源。好好好，高雄签唱会来找我。
那为什么会回来找我妈哈基哈基？穿丢一个二二九，炸哦！对啦，炸啦！我是说那个戴上去的戴。谢谢 Eddie 的大声说爱你，谢谢海班副的辛苦了，炸。是戴上去的戴，不是那个，因为他说那个是发夹。九二说那个是发夹。D， 改吃面包，什么什么吃面包？不然不玩，不玩去上班，辛苦了，会死掉。耍哥很忙哎，先买几张，应该会先填丽丽吧。谢谢哈吉哈吉。发夹对啊，发夹不一样，应该不是，怕填不到。耶、yeah, ，谢谢哈吉哈吉，阿龟，谢谢谢谢阿龟。那你有填其他部吗？还是只有二二九要来找我？改吃面包来加单，哈，这样子对身体不好，正餐还是要吃的。对，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再追偶像。这山风依然还轻轻地吹，哇哦哇。哇哇哇哇！改吃茶叶蛋，要减肥哦。茶叶蛋，我都是茶叶蛋来减肥。茶叶蛋跟水果，这样可以减肥。可是水果不能吃有甜的，要吃芭乐或大番茄那种。对不起，不应该乱叫你们乱减肥。对，不能吃茶叶蛋而已。谢谢北分生态。的水瓶宝宝加发夹加，不知道。明天一起填啊、明天去买一起填。明天还买得到吗？不是听说台北都没货。只吃茶叶蛋，不要只吃茶叶蛋。臭宅卡，你敢吃？你只敢只吃茶叶蛋，我就不跟你好了。我用这方法减肥，不要哈吉哈吉。省早餐钱买单曲，那不会吃宵夜吗？台南好像还蛮多的啊。阿龟住台南吗？网络购物才比较多。对啊，可是不是听说要很久吗？还是最近有出货 ？Yes， 哇哇哇哇！太难了，刚犯上栗子吧，还是刚犯上提皮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中午在起床之前妙招，然后下午起来工作，然后再睡到晚上，然后再睡到隔天。我已经拿了两批了，哎，这么快吗？刚被我妹推坑，推入栗子坑吗？大家有没有填我了？赶快填哦，还没有到。林果，你最近很水逆耶。第几批还没拿到？第二批吗？还是第一批？不会连第一批都没拿到吧？哇哇！刚刚从佳佳搬 CD 回来，本人说你是订多少啊？搬 CD 回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周大来等薪水发才会定。大家那个就是买握手会买握手对买 CD 的同时，请多多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林果，因为你那次生日会太欧了，所以现在比较肥。
多少不能说那边神推。你们是谁啊鬼？是我的粉丝吗？白土是一天四片，这也太柯南了吧。嗨嗨于婷姐，晚上好。用力牵着彼此的手，我却想起希望的钟声。那个观战播完了吗？抽完了吗？夜的尽头，寂寞出走。观战播完了吗？还没。看不到几点啊？现在几点？八点半。我今天到九点哦。播完我就睡觉。播完了就睡觉，我要补眠，补眠学霸学错了，大家跟我说加油吗？还是大家的擅长的科目的脑袋借各借我一点，让我去考学测。赌气抽的下，每次难过你都在唱，那烦闷的日常竟然也念念不忘。栗子加油啊！谢谢大卡，耶！yeah, 谢谢大家的加油。不用考试，我要考试，我要考试。我一直加持自然，好啊，帮我加持自然。那个地科不用，对，因为地科我最厉害的是地科，可是我没有，我不是自然科的。用力牵着彼此的手。从脸颊缓缓飘落，祝福一般深刻的感动。大家赶快都借我一点脑袋。有要救国文的脑袋吗？免费出现社会，其他人考不到满级。好啊，冠宏借我社会科的脑袋。学测自然15级，好厉害啊！有没有人要借我数学的？好歹是70几级分哦，哇！自然，加卡自然很厉害，国文可以。你二六九他还好，我们还没画架。哈吉哈吉，哎，所以你不知道那个吗？所以你刚刚是说先画，是怕 B 不满。大家来 C 部问我，数学找爱世界。勇敢的国文，国文数学顶啊，好厉害哦，顶标好强，自然15，天哪、啊！看见苹果甜，看见小汽车甜 C， 笑死！哎，林果念太厉害了吧？国术设置15。天哪！林果你超强哎、欸，哪一间呐、啊？天哪，好可怕哦！哪一间呐、啊？这样只差英文哎、欸，70级的话，那应该也有10级以上哎、欸。天，好可怕！天哪，天哪，粉丝都比我还聪明怎么办？加起来15，原来是加起来15的部分。耶、yeah, ，迷哦，等你来找我。我一猜到15，15就不是用猜的了，好不好？捡到一个满分，天哪！住台北，哈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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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跟谁一起住？你要跟任平均一起住吗？开始我要，天哪！对，现在在讨论考试。哦哟，好烦哦！我不要，粉丝都比我聪明。粉丝太聪明了，但感觉我好呆啊！我觉得如果能当一个学霸，那个当一个学霸好像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。但我还是好好当一个偶像好了。
我没有吼，我会去住饭店。你可以跟那平均一起去住饭店，没有，没有。还是爸爸，你要找谁？三长一短选最短，三短一长选最长，三短不一样选 C。哎、欸，没有好不好？那个选项根本都一样长。那一样长要选什么邻国？也觉得一定都是错的。好，阿贵，拜拜，晚点来，晚点见。不是不是晚点来，晚点见，拜拜。我跟我弟小孩比较好自由，好好好。哈哈，心颖，关上才开车，开什么车？哈哈，别回来。ひどくなれるように心も。数学随便画几条，两两单出来。天哪，那有没有人是英文很强的？子萱支援我，子萱，可以说我跟你妹 ，OK 啊 ，OK， 爸爸，我把那个韩寒借给你。哈，我也想凑合你跟人平均哎，期末考完就可以一块倒数钱。丽丽还要考学测，好，我就 free 了，好，快了，倒数个位数了，天哪。什么子萱？吼，手滑哥，你都这种时候才跳出来。我说我要考学测了，请子萱支援我英文部分的脑袋。英文在打错文法？哎、欸，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两天分可以适当放，反正打算打算祝福比较多，容错空间大，什么意思啊？第二部分适当放是什么意思？我可以这样，要不要英文读本科？哦，哈吉哈吉读本科，为什么？是高职，然后以专攻英文吗？左边看，右边看，每个神探也不能乱教那个。英文就念起来说，哎、欸，我都这样，然后就都错一堆。参旅，英文只有八分。哦，英文很难诶、欸。但是他们全队不会比较高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原来如此。感谢你们给爱你们吗 ？OK OK 不是。啊、哦。英文要语感，真的，英文虽然是四下，因为我可以教。真的是，最近已经，啊、我最近都是这样，嗯。就是一直处在，嗯，我现在在干嘛？然后我只要一静下来，就最近有点静不下来。我只要一静下来，但我要看书的时候，音乐就是 AKB 的歌就会开始，然后就是脑中自动浮现，然后我就耶嘿耶嘿，没办法专心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就是这边的东西，然后我就看一看，然后我要把我自己抓回来，不行，认真读书。认真，然后神就飘回去，然后再把他抓回来。没有，我没有放音乐，是我自己就会唱起来，很困扰。学了日文、英文就会变差了，为什么？贸易公司业务，手滑哥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英文哦，大家怎么都那么厉害？果然就站在初小学生想，通常是老师的想法，作者都不会，笑死！他们现在只能教你这个，可以啊，也可以教我。谢谢心颖的掌声鼓励，哥看好你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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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面成日文发音。毎日見てるよ。愛に落ちてしまった。キスを飛んで行け。ハードル。大家有没有什么考试的小技巧要教给我呢？对啊，学测只要考四科，但通常大家还是会五科都考，因为。怕有些科系还是要用到，因为像我是社会科的，可是我还是有考自然。其实我自然
怎么讲？不知道哎，我之前我很奇怪哦，我会考的时候考最高的是自然跟社会，然后我都是主科不好，可是就是剩下那两个很好，对，很烦。就是主科每次都会被别人比过去，然后副科好都没有用。螃蟹，看你吗？看你，看你，看不懂就不要死，笑死。脱离那时代，什么时代？有没有最近才考完的要教我怎么写题目呢？主任平时调研就什么戏都不上不下，好烦哦！我都会很奇怪的科目，就是我喜欢的科目是地科，就是跟任何跟地球有关的，可是就很尴尬啊。地理是社会科的，地科是自然科的，就卡一个不上不下。那我到底是要念哪一个呢？我到底要念自然科呢，还是要念社会科呢？可是我数学不好，所以我就只能念社会科。可是我很喜欢地科，我就念不到地科，因为地理跟地科比起来，我就选地科。可是因为我数学不好，所以我就只能念社会科。嗨嗨，蓝平君，对天气宇宙，我对天我最有兴趣的是地质，然后接下来是天气，接下来是宇宙。那所以阴天考完了，啾啾啾，不知道啊，蓝平君。哦，对，不是台北人，是60级，60级很高哎。228不会吗？228也不来吗？人平均。ちょっと面倒な日がしてた。うなついた。あったのに、ここ教室じゃなかった。私死なる間に恋に。哈哈，天天。天天什么最强啊？天天你要教我写程式吗？哈哈，陈品妮，哈哈，珍珍，珍珍晚上好。何も手いずかないくらりくらい。さあ、是地理。可是。哦，对，我要跟你们说，上一次，哦，我国中的时候，因为我很讨厌那个地理老师，所以呢。我就从头到尾就自己读，然后对，然后也考过就是最高分，就是我有考过地理96分，国中的时候。然后呢，因为我那时候很讨厌那个老师，然后他那时候刚好在谢谢林果的啾啾你哦，然后他那时候又刚好在教中国地理，
所以呢，我的中国地理就很强。然后到高二的时候，又碰到了中国地理。然后呢，那时候我也没有看什么，我那时候好像是刚好是，我忘记是这边在进行什么大活动了，好像是小巨蛋加第一次迷你控，然后就很忙，然后我同学，然后那一次好像考第二名，就是全班第二名，就是高中的地理的第二名好像。然后呢，我同学就说奇怪，你不是平常上课都没有在那个听老师上课，为什么你还能考第二名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奇一直发夹哪买的？这发夹是伯乐的。噔噔噔噔，那专业真是专业，哈哈哈！想给栗子哥哥公平啊，好爱的平均。又在台上台上数据就很高啊。没有，我唯一好的只有地理跟地科。哎，怎么突然网络变很烂？网络突然变很烂，为什么？讨厌老师反而会考好，就是中国地理为什么好呢？因为我真的太讨厌国二那个老师，所以我就自己念，然后结果是所有，就是那时候国二所有里面成绩最高的就是那一科地理，因为真的不喜欢那个老师，就是不想要让他挑我的毛病，所以我就自己。海涵是在抢我书，没有，海涵在睡觉，他累了。嗨嗨，黄鱼。会卡，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爸好像呢，结果还多发一张钱，多发一张什么意思？就是每个人多发一张甜栗子吗？多帮涵涵推广就好了，没关系，我没有关系的。对，多帮涵涵，这么早就睡？对啊，他最近很累。对，其实我也很想睡，大家不问我也要去睡，大家晚安。对啊，为什么今天网络这么差啊？不行。大事が一つなる。今天有人想问李佳几面说跟阿贵两人啊？原来如此，谢谢阿贵，谢谢。现在后悔，为什么后悔？后悔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太早起来吧。我们最近都晚睡又早起啊，所以就，对，每天大概都是，这个状态。我也是地理最难的，因为他睡成绩还不行。我主科真的不好，我只有地理跟地科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两科。辛苦了，还好，早说，臭爸爸。我那两年一看才逃过二十鬼，不要这样啦，奶绿。王九刚刚讲什么？可恶！哦，不要，我要无视那一个，无视那一段。哎，话说 Popo 今天是不是还没出现？最近等晚睡早起。好哦，那谁是晚睡，谁是早起呢？傻眼，早出晚归，好烦哦，那个早出晚归，臭爸爸，哇哇。
品君乖啦，不要心情不好，乖，乖乖，乖乖，乖乖，甜品君乖乖，没关系，你也能再靠我一天，我就很开心了，甜品君，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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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甜品君乖啦，甜品君，甜品君乖乖，没有啦，因为那个。因为他们那个任平君没有办法在，就是在西来西部，对啊，不能去了。晚归，对啊，晚归很可爱，早出不可爱。找出很强，准备好了，也可能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手滑滑，你是要只去找布丁是不是？所以只打一天。Oh yeah， 谢谢 AD。好像很久没有摸摸头，我刚刚已经摸摸头了，好不好？嘿嘿嘿，甜品君乖啦，没关系的，有来找我就很开心。大家都是啊，有来找我就很开心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来找我，夕阳散出金色，再一笔，谢谢红烧牛蛙的 kiss 啾啾。谢谢谢谢艳红的，哎，不是艳红，暗红，暗还是艳，算强了。二二九笑到很多了，大家乖了，没关系，二二八有来找我，我也很开心。都说自己臭爸爸，臭爸爸 ，Hello， 臭爸爸，三爷。头发乱了，那我帮你梳，我帮你梳，来，我帮你梳头发，来梳头发，来。大家要来找我229，不要大家都不来找我，快来找我。今天比较有精神，可以陪你们玩找出的这个梗。准备，好好，我准备。我准备好了。谢谢 AD。229比较好吗？还是先228？229跟228都很好，所以都要来找我。谢谢宝宝妹子蓝色应援棒，嗨嗨 DJ One， 228找丽丽，找丽子找起来。谢谢宝宝妹子的蓝色应援棒。苦恼要穿什么？没关系，你可以跟栗子一起苦恼。我每次都在苦恼，我时候要穿什么？我跟你们说，在一个礼拜前，我在逛某虾叉网站，对，某虾叉购物 app， 对，某虾叉，对。然后丽彩姐就说：“你在干嘛？”我就说：“哦，我在找握手会的衣服。”她说：“你为什么要那么早？”我就说。我不想再重蹈上一次的覆辙了。我上一次那个寄给我那衣服，不知道到底是怎样。我这次不能再跟上一次一样，对，所以我要提早很多订。不用担心行李箱，不会不会，三套只要行李带就好，还不用不到行李箱，还敢再瞎插吗？对，我上次被瞎插雷到了。
发行前说我会剩不到2000，我就说不要，因为就是买 CD 然后吃不好，好不好？大家乖乖。什么三个行李箱？什么三个行李箱搬出来？好，我准备。哎，姐姐怎么一直送红包？你要给我出去浪个本钱吗？谢谢哦，我是不是第一名？我好像是第一名哎。哦，我第一名哎，耶！一直想看，好啊好啊，太小恐龙。你不是有买跟 Mina 同款吗？嗨嗨，樱桃喵，嗨嗨，木婷 ，Eddie 对不起，为什么要对不起 Eddie？ 什么什么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嗨嗨，鱼尾狮，太好玩就吃。是啊，哦，很好，羡慕。哎呀，那这个回家里住，家里住都吃很好，因为我们都没想什么啊。那我分你一点，我分你一点的品质。开始一下，乡土左松烟空气。不要这样，大家真的要该吃该吃好还是要吃。我也抢不过，这样我要怎么帮你的人品君？哈哈，西兰，还有陈，那你要等我们踩过之后。这好像可以顺便捡配音，是吗？不要，你们不要捡哦！下次被我发现随便说，你们就完蛋了。人品君不要负面，人品君不要负面，大家来找我哦！谢谢小爱的玫瑰。嗨嗨，咪手说，刚好减肥，不能变瘦啊！我没有变瘦，你们就不能变瘦，听到没？如果你们变瘦，我也陪你们一起瘦。来一包，我很卡，不知道有没有啊？谢谢林果，有我有抽到，谢谢林果。小帅哥，任平均，任平均，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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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乖了乖，按掉。耶！我们一直在你，ずっとつるんで、青春の秘密に反抗してた。谢谢鱼尾狮的 love， 虽然是不会。给我抽到多少？公司对手。人品真乖啦，不要负面，不要负面。看到丽佳正面了。南漂青年 ing， 回南部啊、哦。例子造成又我又我，我又怎么了？看到例子要背面，为什么？谢谢幻影战士的枫叶，为什么要背面？要穿豆腐，真的吗？期待哦，你要呵呵再喊嗨一点。好啦好啦，人民真对不起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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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那是一次给你秘密的旅行。不要道歉啊啊啊啊啊！好好，不道歉，不道歉。这个超帅的耶。把它弄成踢踏舞的超酷！哈哈，我忘记狗狗，但是你要被叫，对不起啦，冷品君，对不起，冷品君，还有被面对被杀，你说这样吗？没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道歉不道歉。不道歉，莉莉不是被杀，莉莉背影不好看。哎，你们知道我放那一张，就是这张那个是要给你们当背景的吗？好像没有人意识到，可恶！放那个解锁画面，被杀不知道，不是就是背影杀手吗？就是背影很好看。还是喜欢蹲的那一张，好吧，因为我很喜欢那一张，而且我觉得我那张颜色调的超好看的，可恶，结果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 feel， 大家好像都还好，二二八可能会被谋杀，会讲话，会讲话，给你个赞，林果，会讲话，赞。很喜欢背影子。在哪列被蒙杀？怎么没说？但是在我这一列啊。万人平均，你觉得是哪一列呢？天使那一列吗？下次换戴口罩，好啊。隔壁还有六板斧，没关系，那是韩寒的绝招，我还有绝招，我施压。我就会拍桃花哥，桃花哥可以自己开播，大家都可以追我桃花哥。我不知道韩的六板斧是什么，我没有想要偷他的梗。对啊，丽只有鼓励啊，鼓励不好吗？还是大家都喜欢六板斧？我不要偷韩寒的梗。夕阳背影那张完全没有。对啊，我要给你们当桌布的都没有人知道，可恶。我还对，因为那样放那样子不会挡到上面的日期，而且我把夕阳背景调得很好看。就都没有人发现，大家都说哇好好看，都没有人说要当桌布，我好难过、哦。哎。桌布都设好，有吗？扎卡，没图没真相，再说他那个。杨品君，你是桃花哥的那个忠实粉丝是不是？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还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哦，有点太紧了。
什么之前大头照那张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不是，那是调出，不是，那是原本的颜色没有这么，其实原本的颜色更橘，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粉一点，然后对比重一点，就是那个夕阳我还要再重新调过，对，然后之后有一张夕阳的我更喜欢，只是我还没有发出来，就是我排版，对，我最近在排版，所以文章有的时候会一次发很多，有时候会卡一下，对，没错，因为排版的关系，所以我必须让它整齐一点，对，对，大家赶快夸奖我，对，我的夕阳调的，对，我最近修图跟调色进步了，对，赶快夸奖我，没有，一只手准备好，小雨我准备好了，不懂一只用。蓝敏君，你不会啊，你超可爱。然后就证明我好好好打卡，谢谢哇哈哇哇，谢谢小雨，谢谢小雨，虽然我抢了，我也都丢给玻璃，谢谢小雨，谢谢，谢谢大包的，谢谢小雨，一次三张才好排版，可是不能一次三张。谢谢 Skyline 的带你去流浪 ，Skyline 要带我去哪里流浪呢？我要说他，但是好像买不到，我填不到。你不用握啊，你晚上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。你握什么？你们不是要一起回家吗？你还要跟人家排队哦，这是正宫吗？好啦，莉莉好棒，对，莉莉超棒。快九点，好，那我要念榜了，我要念榜喽，我要念榜喽。不是，我在讲这啊，众所皆知的事情，你害羞什么？莉莉棒。好，我要念榜了，我要念榜了。第一名是 Eddie， 谢谢 Eddie， 谢谢，谢谢，初心永远不会变。哎，改嘞，改嘞，改嘞。三月常驻李子坑，哇，也好久了哎，也快要一年了哎，不知不觉。神推最近没电的，哎呦，干嘛把人家最近没电打出来？对啊，我收到微信，谢谢 Eddie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第二名是西罗库玛，谢谢西罗库玛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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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三名是 Skyline。谢谢谢谢谢谢谢 Skyline， 谢谢谢谢谢谢。第四名是林果果，谢谢林果果，谢谢谢谢。第五名是小雨，谢谢小雨，我爱柏林，柏林是我的，对，谢谢。我是熊猫的顶端，对，不知道是我的。第六名是富伟，谢谢富伟，谢谢谢谢富伟。第七名是特乐酱，谢谢特乐酱，谢谢。第八名是北极星，谢谢北极星。第九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谢谢。第十名是红烧牛啊，谢谢红烧牛啊，谢谢。第十一名是九颗蛋，哎，你为什么不改成那个爆蛋？你知道那个就是
不是都会有人讲解那个嘛，然后他们都会把炸弹念 bug 蛋，对对，不好笑，对不起。谢谢楚川，第十二名是叶兰，谢谢叶兰，谢谢。第十三名是 APPLP， 谢谢 APPLP。第十四名是余伟师，谢谢余伟师。第十五名是黑哥，谢谢黑哥。今晚你怎么回来？下班再补档。涛涛哥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今天太忙了吗？莉莉好棒。念完就念完了，什么没改？什么什么？这么突然消失？当然啦、啊，当然，滴滴滴，我没有滴滴，有没有？巴克丹，好像有点热。巴克丹，要长时间多休息，好，我会多休息的。巴克丹。哪段请忽略？哪段哪段？哎，手瓦哥，你怎么可以让陶瓦哥累到呢？真的很母汤哎！一直不断讲，不是，我是说，我是说，不是应该要帮忙分担吗？就是。对，你应该帮忙分担才对啊。怎么了？我是说辛苦的话不是要帮忙分担吗？哎，你们这个假 CP， 你们都没有，对，你们都没有，就是那个就是对，你们不能，你要除了我不在以外，也要很对，很放闪。就是晚上一些事情才会累到啊，不像你说的，不是啊，不管是什么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要让他，哦，算了，解释也没用。对，现在的情势就是我解释也没有用，反正就是你要好好爱护塔瓦哥，对。好，算了，我知道我现在解释也没有用，反正我就是那个意思。如果大家误会，那就是我不会讲话。对，对，好，没关系，大家晚安。对，我放弃了，我只是想说，不要让，对啊，不是，然后 CP 就是在辛苦的时候要帮他分担一点事情，对，在难过的时候要支持他。给他一点鼓励 ，CP 就是这样用它，不然嘞 ，CP 不是一个商业人设 ，CP 是真的是 CP。我在讲什么？反正就是这样啊。如果有误会，纯属巧合，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。对，我也放弃了，我不要解释了，不然解释又被你们误以为。小库马不在。啊，威尔森，今天泡泡没来，等一下叫他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没来。还有西西也是，塞塞。好啦，大家，我要休息了，我要去熬困了。下礼拜加油，好，我加油。你们知道学测考完隔天就是迷你控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吗？好可怕哦，觉得可怕。大家晚安。
说一句，明天见。我是熊猫丁点，我是巴拉宝贝，大家晚安。我先打喷嚏了。没有啦，那只是那个只是歌词而已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哦，不要回复，不要再回去看那一段，他们大家自己误以为的那一段哦。对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。对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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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od night night，Good night night， 这是歌词啦，明天见是歌词。晚安，拜喽，记得填栗子，晚安，晚安曲，拜拜。